那我就分享玩具的过程啊，一样就可以了啊，就不要再计较到底是起来了还是出来了啊。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197期的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 Earthrise 里头的 Voyagecraft 的吊臂。首先，这个 Earthrise 呢，就大家的一个给我留言啊，说这个 Earthrise 应该翻成地出啊，因为 Sunrise 是日出嘛，那 Earth 就是地球，应该翻成地出啊。但是地出的话呢，真的只看这个字面，实在是看不出来它什么意思。如果你没有配上英文的话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地球崛起呢，这个感觉意境上是比较接近啊。那这大家意见不一样啊，那我不管我是讲地出还是讲地球崛起啊，这个大家就也不用去计较这个了啊。出来了跟起来了，其实我知道不一样啊，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但是过程一样就可以了。大家知道，我就分享玩具的过程啊，一样就可以了啊，就不要再计较到底是起来了还是出来了啊。那这一款吊臂的话呢，作为一个 V 级的玩具呢，尺寸上看起来还可以，可是呢，感觉。它的分量感的话，我觉得总觉得稍稍空了一点点啊。那讲到空洞处，我们就是门户大开，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空洞处，手臂的一个内侧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拳头呢是可以翻进来啊，变形的时候有所需要啊，以及这个做替换件的时候呢是有必要做一个翻进来啊。那其实翻进来的时候呢，反正有一个稍微填补的一个感觉。那但是这个绝对不能当成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借口啊，这个给各位做这个展示。那这个爪子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配件呢，本身的话呢是不可动啊，比较可惜。那这个造型做的还可以。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个官图上一个放在外面的一个配件，这个配件我以为我这个吊件啊，因为这个它直接扣在人物的背后啊，并没有看到，所以我以为我少了一个零件。那这个不管是枪也好，或是这个爪子也好，如果你不喜欢装备的话呢，你就可以扣在后面，然后也是一个还可以的一个展示吧。那本身是一个橘色跟黑色的主体色啊，那你看它这个博派的标志的这一块部件啊。这应该说这整块它是一个水蓝色透明件，上面去上一个橘色的，所以它这一代的一个橘色比较好看，比这个塑胶色的话会来的成型，比塑胶成型色会来的稍微好看一点点。但是它本身的塑胶呢，橘色的部分又有分两种颜色啊，因为还应该我的这个手机应该是可以分辨出来，像上臂的这个肩膀跟这个小臂啊是一个颜色，但中间这一块颜色又不太一样啊。那这个上面这个银漆是另外再加涂上去的，那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啊。这是黑色的部件上面去涂的，那涂装是比较一般了啊，一漆啦，或者是这个没有完全盖过黑色的状况，还是蛮明显的。那其他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腿这个地方啊，这个橘色的话，你看内外的一个橘色，其实它身上那个色差的这个还是比较明显，但是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啊，我个人是提一下啊，就并不是特别去。要去检讨这个点呢、那背后的造型呢？如果这样看的话，其实还算完整了啊。空洞的话，基本上就是手臂的内侧而已。那可动的话呢，也相当的不赖啊。头部的话呢，是左右转没有问题。那提一下啊，这个脸部是一个银漆啊，这个银漆的档次感觉稍微低了一点啊，并不是很漂亮啊，涂的有点山寨的感觉。眼珠是水蓝色，然后中间的话呢，个，我不知道是我这个个案还是大家都一样。他的这个眼珠里面是有另外的点，一点黑点，或者是一点什么点，就是有把眼珠要点出来的感觉。那感觉还行吧。人脸的变形金刚我是有比较喜欢了啊，只是我觉得他这个银漆跟旁边的这个非常亮的这个橙色啊，感觉就是山寨感就稍微重了一点。可能愿意的话，给他喷个消光或是渗线啊，把这个细节给展现出来，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那这两个地方是这个车子。车头的上面的这个警示灯，那一样是因为它本身这一大块就是水蓝色的透明件，所以它这一带就是没有涂橘色的漆啊，它就直接就是保留了这个跟这个挡风玻璃一样的一个颜色。前面的这个车头灯呢一样啊，都是在这个透明件上面的，所以加的涂装就把这个地方空下来啊，就展现出透明的这个
这个车头灯了，银色的 bumper， 腰身的话是可以转动的啊，然后手臂平举啊，这一代啊又做了一个这个，我没有托比中指啊，有一个过度的一个造型啊，这个是还算有点用心啊，手臂360度的转动啊，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弯到最大90度，拳头只能够往内缩啊，本身并不能够转动，枪的话没有任何的涂装，脚的话呢感觉做起来比较有诚意一点，关节紧实度还不错，这里往前踢，虽然不是齿轮关节，但是卡的还蛮紧的，膝盖的话90度，脚踝的话也是很大的一个接地，而且有这个脚底板很大，而且有做一个接地啊，所以它这个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基本上是蛮信得过的，然后这个头的话稍微转动这样摆 pose 的话呢其实还蛮容易摆啊，非常之不赖，算好玩啊，不但是就是分量感就是感觉是稍微薄弱一点，而且它身上这个橘色呢个人觉得好像如果你施力不当的话感觉还是蛮容易有白痕那种感觉啊，这个塑胶虽然不是很差的胶，但是我感觉不是很 OK。 那么这一款吊臂的变形呢可以说是非常之简单的，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示范咯，首先的话呢我会建议你先把这个头呢跟身体给分开，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个结合的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凸跟凹一个结合，我会建议呢先解开其中一边啊，这样把它错位错开来啊，左右稍微扭一下呢就可以把它给错位开来了，然后在整个连接杆的部分呢给整个给打出来，然后这个头的话呢给做一个翻转，然后呢后面的吊臂这块部分呢把它往上面翻一格上，它本来是这样子，我们把它给翻上来，那这个呢我第一次变的时候呢推这一下呢非常的紧啊，我不知道各位的一个状况会怎么样啊，反正就是这一块第一次翻的时候呢你要特别小心一点，因为之前好像我听说这个家伙身上什么地方比较脆弱，但是我实际把玩之后呢却没发现有这个状况啊，所以就提给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那这个脚的话呢两脚呢是中间没有结合卡扣的啊，它的结合卡扣是靠的是上面的这两个凸，那直接把它往后面扣下来，然后呢将它给扣进去，那这个两个这左右边扣的时候呢这一侧的话呢扣起来比较没问题啊，我这一边的话呢一旦扣进去之后呢要拔出来的话呢非常的紧啊，这个就是有些人一辈子没有办法体会这种感觉，插进去之后呢拔出来很紧，但是有些人就是会遇到啊。那么呢再来的话就是前面那个车头的一个部分了啊，那个我是在做变形金刚讲解啊，并没有讲其他的东西啊，各位就是专心看节目啊，玩玩具就可以了啊，这个部件翻折进来，然后呢它是有一个凸啊，在这个地方把它转到内侧啊，另外一侧的一个变形也是一样的啊，这样子将这个主要是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呢给转进车头，然后这个带就是把拳头收进去之后呢将这个凹的部分转过来啊，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兄弟姐妹啊，可恶。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两个黑色的凸啊，黑色的凸很厉害的啊，然后就对到这个，你这样对过来你就看到这里手臂的一个内侧啊，这里有两个洞，这样子将它给扣进去，那这里的话就是卡扣的话呢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一款吊臂的一个变形呢主要就是这一条这个连接杆拉过来的时候呢它会起到一个各个部位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作用啊，那基本上就是车尾的这两个洞扣进去啊，车子中间的这两个洞也扣进去之后呢基本上它的变形已经差不多就要完成了，那这个时候滚动性已经很好了啊，那我们就是车上这个吊臂的部分呢啊，严格来说它应该是要转过来啊，转180度再往下放啊，为什么要转过来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啊它是可以吊臂是可以伸长的啊，伸长之后呢如果你不转180度的话呢过来的话呢它这个空洞就会朝外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帮这个 Hasbro 遮丑呢是我们人人应该有的义务，就把它给转过来了啊。那么这一带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齿轮的啊，所以它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支持力度的，那其他的这些相关的配件呢举个例子啊，这个这样收进去啊，这里装上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这个钩爪啊，那其他这些配件的话呢像这个它这里是有一个洞啊，另外一侧是没有的，这边可以扣在这个地方，这个部件是可以完美的，也不能讲完美了，但至少它是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收纳，可以收在这里啊，或者你转倒过来放在一个侧边。好，那你如果切到这一侧的话呢啊，基本上这个隐藏度呢就还算可以了啊，那这个最后的这个滚动性的话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车身比较长啊，前后的话呢中间的话呢有非常多的这些关节啊，不管是腰身也好或者这些地方啊，关节比较多，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没有滚动性不好的话就稍微转一下啊，基本上它就是轮胎的话就可以全部都着地了，那大小尺寸呢并不大啊，变形车子之后的话呢
感觉它的一个优势就更少了一点的感觉啊。这个玩具就是稍微单薄了一些，单薄了一些。然后塑胶的话呢，就是感觉也是比较偏薄，它不算软啊，但是个人觉得玩起来的时候呢，手感如果它是 Deluxe 等级，它会非常棒。但是作为 V 级的话呢，这个就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对不对？就是感觉薄弱了一点，薄弱了一点。那细节的话就给各位做一下展示哦。作为说到这个啊，这一次的这个 Earthrise 的话，它是没有所谓的战神涂装的。那细节的话呢，目前玩到的这几款呢，也没有像围城的那有一些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可能会受不了的那么密集的一个细节，它还是比较接近于经典系列的玩具的一个细节啊。表现的力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掌握的比较好的。那该有的还是都有啊，这里有一个，这个是车子侧边这个把它顶起来那个造型啊，但是本身是一个造型而已啊，但是它有特别给它上了一个银漆。那这些细节如果你愿意给它做一些旧化啊，这个工程用的这种吊臂车啊，应该是蛮容易做一个旧化处理的啊，上面的这些液压感的造型啊什么都还是有。那这个水口啊什么的，这个美版的这个玩具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细节了，包括这一代啊，这里面也都有啊，就感觉是稍微粗糙了一点。OK 吧，那车头的话就是因为是另外上漆的，所以它的一个这一代的橘色会比其他地方来的好看一些些。总和来说的话呢，玩具本身乐趣度还是有，配件多啊，而且这个配件还是蛮有梗的，装载啊什么的，还算蛮负责任的一个设计了啊。就是这个，以一个 V 级的玩具来说呢，它确实也是就那么一点点的差，那么一点点吧，就差那么一点点吧啊，不是说它不好啊，就是这个可以等价格下修之后呢，来弥补它的这些缺点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顶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